那今年来，有近来见到你收到花东毛姑娘，款应该让向是西西花东哦，来做耕种。但是这只有将耕种嘅农夫，拄到太多嘅困难，先被放弃。而家做此人农法，是比人家农夫最开始对外来收好土，用石土机嘅方式来搞其他人嘅次日农法经验。好条料后，看提供了撇梯，大部分资讯同穷穷销售平台。 有甚至老农同伊拉人咧，同埋多办上火车，就算轻松来做建条梯去，不过无少生意天数，也抢做得上万座。我下来也没来着。无啊啦，伊那伫外口啊，伊那要做底。孟瑶耕种，其实土夫区内两家嘅田桥，标本做试验农法试验嘅耕种人路去，路去唔但请适合夏天做食，还用方言说成功教来试强讲老都市嘅耕种人嘅经验，来做学徒。 按按样师徒制的方式吼，最最感情上啊，就像啊，兄弟的最少有七八十个支持。落去个学徒爱专心学经验，要去国内咯，迄款经济有困难，还会提供奖学金。学费高后，要为持续提供农业技术的资讯，别天来自信，还做得分享，少数同路。因为你要读到青岛的技术上的问题，同路的问题，资金的问题，钱的压力的问题。 遇到了的问题，同时解决很多问题。罗启强强，由于多办多推动的新的工作营，抢有理想，实践遇到问题，当然实现做工作营的梦想。其中一些心得，感受新的工作营的困难，来共同踏出友善农业的环境。下个新闻，陈启平台东报道。